这是我未来的女婿。天天下雨，天天下。今天好冷哦，今天又下雨又冷。这个是没办法。对。妹妹在哪里啦？我一跟他说要找妹妹玩，他就路上一直念了。那你妈给你生一个妹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走这里，走这里。看到妹妹。拉拉小手，拉拉拉拉拉拉，妹妹的，懵的，他是做女朋友好不好？有亲手动，有亲手动的，让妹妹做女朋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也不是手动起来，把手动起来就把它找出来，不能这样，你看伤到妹妹是什么的？你看妹妹都一脸懵逼。他的眼睛眼神在一个疑问，咦，在干嘛？在干嘛？这是谁啊？我们按五吧，按五吧，按错了这个。有没有玩具给妹妹玩？啊、有没有找一个玩具给妹妹呀、啊？对，有没有东西分享给妹妹玩的？有没有啊？你就只占妹妹，又没东西给妹妹的。什么？啥？今天怎么没有打牌呢？我又不喜欢打的人。你要叫我叫什么？你叫我叫什么？波波，这是我未来的女婿啊！你叫我叫叔叔吗？不要叫啊妈妈啊啊！你叫我叫什么？妈妈，是你要娶我家媳妇吧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妈妈，是不是你？又不是你，是不是你？啊，是啊，是啊！哈哈，你要娶我家媳妇啊？啊，你要娶妹妹啊？这叫妹妹啊？妹妹，看一下，当女婿可不可以？哎呀，你的竞争对手很多，我跟你讲哦，要当我女婿的人很多啊、哦，你要努力啊、哦，你要对妹妹，你现在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我会对妹妹好的，你现在对妹妹，来妹妹，我告诉你现在的竞争对手，我两个手都数不过来。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！现在养女儿抢手的很。抢手的很啊！我养多生几个。妈妈，要找妹妹去了，找妹妹在。再见。妹妹在喝奶呢。活动，你要去活动啊？妹妹有没有的吃？有。妹妹有啊，喂一下妹妹。你要不要给妹妹吃啊？先给妹妹吃第一口，给女朋友吃第一口。女朋友嘞哈？女朋友嘞？刚刚你岳父大人说了，竞争对手很。哎呀，第一口自己吃的，小气鬼。哎呦，妹妹不会吃，妹妹不会吃的。你还知道分享啊？好的吗？好的吗？好的。规格一只啊。哇，你看这一个大斤嘛，这个是一只哎。500克。啊、哦，500克，500克，哇、哦，怎么会有这么值的这么大的这个螃蟹呢？你看这个对比这种小的，这个也很大了已经。这个梭子蟹好大，这个梭子蟹。哦，我们来吃火锅哈，今天来吃海鲜火锅。我们小美闺蜜请客。妹妹来了。江西人以后说江西人能吃辣，就连三个江西人都是点的清汤锅。妈妈，嘿，你穿新衣服啦？怎么没有啊？还有包包，好久没吃火锅了，现在的火锅是这样子了还不知道呢。好久没吃火锅了，我们今天平民刘总请客哈，感谢的，来喝一下，新年快乐哈，新年快乐。
团队说这个是女士专享的，叫什么去了？反正我就是女士专享。今天我蹭我女儿的面哈，吃到了一份，她本来给我女儿吃的。哎呀，它是汤圆吗？很好吃，里面是汤圆，我吃完了。我们再吃一顿。哎呀，真挺可以。好吃，我一个人吃两三分。那可以买吗？可以自己花钱买吗？它都是送的，它主要是外面这个很香，它这种这个很好吃，桂花和那个银耳百合，百合桂花汤圆一样跟。我记得最后一个。嗯，好吃。啊，这个可以一口吃掉耶。对啊。谢谢你啊，挺好吃的。所以你要坐起来。哎，我们女儿睡醒了，脸红彤彤的。过来过来，就你了。嗯。我们吃好饭了，现在轮到我们宝宝吃了。宝宝吃好，我们就回家喽。嗯，你看人家喝个奶，这么多人看着。宝宝拿好。这么多人围观你喝奶，妈妈也不喜欢你。你喝的好一点啊、哦。他自己拿的很好的。啊。要的要的。谢谢谢谢谢谢阿姨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杨师傅，来来一个来。不要不要，他哥哥他是哥哥。不是要的要的要的。过年了，上次去你们家哪？下次去你们家哪？这次来我们家。要的要的要的。去你们家哪？下次去你们家的话，不。下次去你们家不要让我们哭。别。下次的话去。不。妹妹。我们走了。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我们家？来不来？没你下次 Q 榜的话，下次再去你们家再拿。下次要去。不要。哎，那你这样呢？你就干脆你这样塞一下，我的口袋打开了，放进来，放进来。走，快点，快点。走了 ，Q 榜。拜拜，姨下次来玩。拜拜的，再见。